心回转咱这点心啊，这是母娘啊，咱以情爱这个天地，倒转来单纯啊，修灵啊，是咱一种凡世间这个理啊，要通好明啦，是灵魂一条灵线变化咱的气定，这是咱清楚的脑神经，无啊爱互咱家己会当做主，修炼啊，咱这个气通神为主，是咱回到清体这点心，无啊爱咱行的是消费，这就是咱讲通的本性啊！出家伫咱的现场，到着正法的天，咱才会当找无另外一条心去啦，透开咱凡世间这个心，是咱出家这个天意。今人讲性。达心嘛，是咱即马心性啊，要通达到位啦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啊，心明啊，度咱一世人为主啊，这就是天，拢是顺家的灵性，拢是教咱清醒啊，一世人啊。咱的心啊，有稳落来啦。真理回妙应如是，开源转定有情，这是咱找出先天的本性啊，是咱原形一点子，是咱走向先天去。一点灵光，一条灵魂啊！母啊，伊爱咱一清骨净，互咱明明明，袂乌白想，是咱恢复青天的理啦。咱再来想，无限的啊，这个极天啊，是咱以一点灵气。咱用着无心、无助、无想，原本来就什么拢无啊，空空空嘛。只有咱这个灵，原来迄点气啦，先天真意，是咱规划这个天意啊，爱咱灵魂无量啊的性。找出着通灵一点神，我以道家的天意，照着顺家金宝啊的心性啦。这是咱出元天的本领，教咱回妙啊，这么啊像，是咱顺着。通灵的天理，假的自白啊，老母啊的心，灵原本意的天性，开源转到现世啊，是咱有运一点气，向咱顺行的心啊，这是母娘啊的灵感。献开啊，咱高古这个心啊，会注定。随着母娘啊，这条灵性安尼行，咱才有这个心主为正，上苍的灵气安置啊，咱的心里化开上情这条心病。
是咱有法这个天性，阿婆也爱咱回到的本性，拢是主要的天性，咱才带有先天降下的心，有咱一条清楚的天性，咱才回到正觉慧能。是咱母子相会，兄弟姐妹相会，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啦。这个系类，今咱是要照顾到传统的文化，这种大精神要阁继续传落去啊，生落去，是观天的真意。我大部要讲到咱灵修啊，这个范围就是咱的规格规矩，导咱一点清发心，恢复天元一点意，带有咱老母这条心性，是咱有母娘啊这条灵性，找出到咱的法。安定啦，上天的灵魂，咱爱啊是清净，咱这个灵本来是清的，住伫个天顶啊，咱叫做天上上天，这是一种名称啦，一种名义，咱记住。但是咱即卖是灵啊。要清到咱这个心嘛，伊会气巴巴，这就是咱个人的限度啊。修得到咱的本性，世间讲叫做能量，有诶讲叫做光，有诶讲叫做电波，有诶讲叫做超速，拢是这条灵气，咱要挖。就是讲，咱要有高维度的、高频率的，安尼才无咱现主持的杂波，吵来吵去，咱听无啦，干扰，是顺着身体这点灵气，我直接要甲讲心内底，咱原来迄个地，咱过去有一个地。所以讲，这个地在念咱现主持的心，这个果是咱顺着青天的本意，咱爱钻入来，咱的心里，心有外口内底，这就是咱慧能的天性。因为心外口，咱大家咧看，肉眼看有啊，所以讲，咱会当做主大众世。看下，心咱看无，今咱对心内面内部要来做一个探讨研究，计成真啦。是元天这点意呀、啊，咱大天就是大母娘，嘛是大天公主，咧教法啦，法是心起呀、啊。当然，天伊是无形体啊，自然甲我这个心安一条，咱叫做平安，咱叫做安泰，这个心啊清净啦，是咱行向这条灵气，心明啊，恢复天意呀、啊，这是天教咱欢迎嘛。凡人就是咱即马脚踏地啦，地啊，搁有几啊层落啊，所以讲咱人的声音，才会当透露咱即马这个气场，天上地下啦。是咱主要这点灵气，是咱开源啊，
开秒生，天灵有无转的性，归咱一点气清灵，拢是出咱的天意。神明啊，甲咱讲会顺利啦。今咱内底啊，从地啊内底，咱有地声，家己上知。别人的地啊内底地声，咱知影一丝仔尔尔。这就是咧探讨，是咱要照着先天这条灵性，地啊若无地物件空空啊。一再当地足济物件，重要的物件，咱叫做精要，咱叫做精明、精粹啊，是咱飞着的天性，是咱教会阮的清灵。上苍有落清法界，现咱行头顺天意啊。只有跟随老母，世间讲叫做如影随形，无离开啦，无断止。今咱修行，只有顺顺啊行，向咱今嘛所欠的来保护边，行出来咱再顺利呀，顺遂是上苍这点灵气。是咱上诶先天，今日这个本性是阿未生，以前都有啊，咱叫做母啊。所以讲，咱伫阿未开天、阿未辟地以前，咱这个精气啊，要来相通，要来归元神元体啊，元阳。这就是咱归元天山灵源，金嘛是西方，母啊就是咱灵的老母，大家伫遮讨论，伫遮汇合，要汇合明理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啦，组织这句话的宗旨标本啦。是要有人人心，会当倒转来咱原来好的情景，大家互相相靠，这个心的流露啊，带咱慈悲喜舍，这个人，人嘛，都要有这个这个人，咱才有这个你讲的良心啊。这个心清净，身材良女啊，观世音啊，出家，咱的声，咱的音，在咱在世啊，咱有过去世嘛，这就是咱要讲破，咱这点灵气顺着通天，这个精气，诸凡至尊直接尊。就是要载咱这粒好种子归元啊，无性啊，这是咱旧意。宋波尼嘛用着种种的妙法，要教咱脑中心会开啊，开花结果，造这粒好种子小团队啊，是咱行向。这条灵气是咱做基啊，这尊神显咱本源落天意啊，晴天教化落心理，净咱出家这条心恢复无形啊，咱的本性啊，这就是咱随着先天地，先天。是无法度看的，所以讲，咱只有用到这个电波，用到这个气场，这就是咱的能量、智慧的光能，是咱自然会当产生的。这个电波，
这个灵的通性，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咱的困，咧一，咱有好困，是咱这点灵气，带有咱人的心病啊，每一个人拢有病，但是咱要讲的，咱是好心的病，不是恶毒、歹心的病。在咱今麦要讲的回合，好心则回调，歹心就各自奔逃出去啊！这就是咱要讲的万事归本，是咱这条上天的灵源。无爱咱心嘛，会静，安尼就袂乱，袂乱。咱就真心为修团道理啊，伊是这么啊清楚的，顺着本源路径，开出先天神也，是顺着现世界天性。咱这道金宝，咱讲牛牛啦，麦当讲至尊。这是咱用尊敬的心意，要来讲出着咱这个正的母啊的头，顺着天元的真意，我手落家顺母相，母娘是大慈悲者，这个尊贵啊，我做至尊啊，见着。清净的天意，度咱道家顺天，真愿应路的天家，顺咱清净自然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心的波动，咱讲光电啊，震动叫做气场啊，互咱有真好的气，结合的气。进来的气，讲出着母娘的心声、圣意啊！现着正法的天界，是咱父母主宰啦，是咱天意的灵性，是咱来讲出家清净，车甲飞龙机啊，速度若紧，自然。震动就少，所以讲，咱做神，这个光这么紧，心就在在呀。是咱恢复天意的灵性啊，大动中啊，咱这个心境明体，顺着一点灵气，来到清净。天呀，天是空的，咱叫做天空。天不是完全拢空空，咱叫做虚空。安怎讲？有风火雷电，有声色、雨水、风，拢是伫内底。有光的热。是咱一点灵气，带咱顺家的心性。显露是天法界，转咱罗灵上天在在。当然啦，天是在在，早我都见形啊。做咱现主是这个气场，产生气候啊，咱舒服，这是。冬天的时候，夏天的时候，时阵就对。是咱这点清净的天，阿婆阿伯咱行这呢顺的意思啦。显露是天发心，转咱母娘这点家，这是尊贵的讲的话啊。所以讲咱叫做性格。尊家，咱这个合作，阿未
做菩萨的时阵，拢讲世尊尊者，即世上界尊贵的修道人啊，智慧的人啊，是咱本源本性啊，进入到咱的心来猜咱这条路。咱人要拜神啊，这条魂咱要提升啊，要超越啊人世间的苦。所以讲神啊，伊才会当回甘回山回咱原来啊这个母体，这就是咱在讲的天意。这个心嘛，咱倒胖也倒回来向天报道啊，是完成这个天意。这个心嘛，咱倒头栽，今嘛要甲换，换就是转啊，是咱用着清体这点意，计就是代表啊，代表你久你久月经就生经啊，照计。生金啊，照明入眼啊，咱会清楚，会当知影这个气场会交流，会流转，现着境界顺天理，行咱道家上天意。咱人要讲的是心内底这个意思，和大家相共啊。这个意思，安尼咱才会当相通啊，有大家共识，就讲咱所有的相识拢共，是天缘一点理，是教化金无心，灵源本意静如心，拍开元灵有静。一点青天的心，咱就徛正，老人的本性，显露是正法界，回出着清净心原来，倒转来如来啊，咱藏的迄个真心，就是天啊，心空如天。如来藏啊，如来藏啊，所以讲，咱是这世人，就要看到咱如来迄个本性，袂阁暗调调啊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。要来讲，咱带大，咱这个灵胎，因咱这个肉体有胎心，所以咱要倒转来原胎。迄、那个本性，迄、那个包，咱拢是同胞。老母啊，一生是咱用着一点灵气，顺加咱的心地，献咱一点生发心，见咱老母这么正，国明内底的话。咱拢知影，咧变，咱一清一楚，未走进去。神嘛，伊是定调调的嘛，无外邪来侵，有外邪来侵，化敌为友啊。这就是咱修行第一重要的要点。你看马祖布，伊会当修千里个。顺风耳啊，这个大历史本来伊拢做无好的嘛，是咱遮天大圣佛祖啊，甲修做一头前的佛法，悟空悟净，这就是相传啊，咱所有的演化内底，一出戏啊，这个剧本。是观到天灵，是悟出心清，
今日要五个精，精华嘛，咱才会当出窍。上界底啊，咱原来这个自然味就出来嘛，本无味嘛，是咱爱这个主料、主食、主菜，这就是咱的重要嘛，重心嘛。这人上重要的就是衣服嘛，衣食住行嘛，安尼，互你好看嘛，大家拢要带好处，安尼，互你有好门风、好名声、好名誉，是咱这个世俗的传唤嘛。而咱只有照世俗，就是世俗啊，是咱落定一点理。转咱清净顺天嘛，有外口甲咱压咧，有这个面，咱家己有重视，有咧甲整理，外口人看出来的形象，但是还阁欠甲咱钱嘛。这个内道内底一间厝，一间宫，一块地，真济咧做莲花嘛。所以讲，莲花池伊才会当生好种啊，结好蕊。咱过去有讲王重阳、王武忌、武忌林啊，有咱两个仙，汉中李仪、甲李仙祖啊、李洞宾，甲伊渡起来天顶，看到莲花池开七蕊，七蕊莲花。然后伊才倒转来，迄条魂倒转来，肉体伫咧咱即卖咧讲诶，烧上迄个弯弓球，然后伊才做八七真，七个真人，马丹阳、孙不义、王玉阳，人讲诶，老丁生、淡丁真，迄泰国。上界出名的，因师傅看过的，超出之。上界买土地，伊来接着一代做事业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爱堪要师傅甲你磨啦。师傅用种种的步数甲糟蹋，伊拢愿意听师傅的话。伫咧半路，因师傅逐个拢枵，即个秋长春，伊就去甲分食啦，分两粒肉包，所以讲伊足欢喜，提倒转来，互因师傅王重阳，要来充饥啦。但是因师傅要试探伊，提好伊个肉包，伊将甲夹出咧外口。要到要死的，但是伊要靠因师啊，伊的耐性啊。邱长春伊捡起来切切的，佫摕予因师佫再度甲弹去啊，到尾伊家己食。这么尊重，咱咧讲讲长者、老爸母啊、老师，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理。一代祖师就这么尊重老师啊，今日嘛是同款啊，咱拢会当做祖师啊，咱来尊重老母就是咱老师啊。唔则讲咱天山连元母，就是咱一世人咱灵师啊，要恢复原来这个母体啊，是咱顺着一点气啊。世间要行的是清净，元灵有无现世间，照着天理晴天开啊！咱内底这个目睭若开啊，就亲像天开了。这是咧甲咱点点玄关，咱人修行是重玄关，咱怎么讲？
众妙之文啊，贤之又贤。可能现在来讲，名多啦，可多不可多，这就是咱的多。已经过德啊的磨练，多就是心果啊，德就是磨你的身躯外表啊。咱出来咧交流兄弟啊，咧进强，请咱所有的较先进的、德行较好的国强这些老师来甲咱监考，来甲咱看相啊。一世人，咱的命会修正，是咱有不一定去。是咱看有真顺，这条心灵啊，母娘伊爱咱穿甲原来相共，无其他的样，无畸形，无变形，无变景，半路出世要嫁师傅，是顺着一条灵气啊，是咱向的一条心。青天回落正灵气，开元转灵顺无顺，有咱注定一天，咱拢是天顶一粒星。咱即马咧讲诶，明星做唱歌爱歌星，咱所有讲诶拍电影爱影星，叫咱修行。爱到等来天星，所以讲咱才有天上的星河，天河嘛，是咱一条灵源的天地，是咱带有先天合作伙的心病。灵源本已做天命，开源转染无心，显露清净这个天。咱无有即马生出来这条路，这就是要让咱行一顺。你会当唱欢喜心，你会当讲对嘴，你会当演有力，神是有力的。所以讲神伊是有规划，伊是有规矩的，规矩的工作量嘛。安怎讲？爱人甲敬拜。爱有人甲奉台，这是咱慧能的天性，心内啊，咱这个影子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到慧母这条心灵，天元归到现实，转咱一点气通心。无形显露是天意，开悟转体是无敌呀。母娘这颗敌是冰霜世水呀。就咱今物讲歹的困呐，拢杀死，只有咱今物讲这个好困的呢。所以讲，咱只有用香啊呢，老母遐只有香啊烧，但是你来甲补。宝阁大方，只有石，一块地尔尔，山脚嘛一块地。头前本咱即嘛，这个天地，咱叫做富康，灌溉，咱只个草果，甲咱人会食用水。后壁山后壁，伊就是来灌溉葡萄果、吐鲁番，所有遐作物。甲人说的，所以讲有一个牵牙情。这个狗啊，咱台湾拢名狗，除非你甲牵起来。但是牵牙情，伊是弄家，涂骹是烧白塌塌的，狗啊才会流通。足早咱的祖先都迄个智慧啊，都测会出来，这个地面的地下的平面。所以讲，新疆有一个苏公教，所有的苏
公平的讲，这个较长，伊海平面是甲海相平，所以你去甲迄间道场，你用甲钢拖卡足响亮，所以讲伊是甲海平面平平，所以咱地是超过海的嘛，水则袂淹入。是咱身体一点力，是咱上的一条心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。看阿静啊，伊所有安尼做成的。今日要这个心病，这条路要病，就是大家要行做怎啊？这条路，或者光明、大道、正道，这条路。啊，这都爱咱的路径啊，爱现啊！你这个心才会当清楚啊，才会当行出着咱未来的前途的前程。啊，只有讲上天而已，啊，天都行未透你，天是中福的你，你搁爬搁较悬嘛，搁有天。这个天地就是安尼啊，玄之又玄啊。深搁再深嘛，不可测不可见，真就是安尼，是咱落地一点灵性，是咱讲出着清净咱的本性。某娘啊，教我二五年，我唔捌看册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咱即马即道理，即本经有外高外深，看起来。真古朴，真朴实啊！平常时咧讲的话啊，你若要修什么搁较好诶，即种内定呢，即种内性呢，咱即卖咧讲啊，讲心境内境呢，是咱规身躯会流畅，是咱即个头壳见光明啊，大道讲土啦，导咱一条正天地。心若清净，顺天意。大道讲是众人的认定、肯定、认同，不是家己好好的啦。包括有形无形，这才是咱咧讲的通灵者。咱今仔会当行，咱个人这个心嘛，慢慢啊牵挂来，慢慢啊要修圆满。敢若亲像圆圈，有一个中心点，这就是咱的中央台，毋是台中，毋是咱只嘛讲玻璃迄个中台，是咱只个头壳的中心目标，这个通电条，这个金宝线这条路，这是一个线路，安尼咱才会当印转来，咱只安尼出钱有无？爱用着咱的目水渗落去无？啊，若无爱用着咱的缸灌水啊，水切一点点啊，就袂误差。是咱行的青天的灵气，咱咧讲的，咱头壳就是路径，啊，咱就会当行咱真正的目标地。显露是上天的，教化是顺天行。咱袂当逆天的嘛，顺天则昌，逆天则崩败，是咱这点灵魂的天意。咱爱恢复是顺天，修行爱活嘛，顺天则昌，就是活灵灵啊。这个心，你爱有活力、活泼啦、活神嘛，智慧爱有加。欢迎爱会来，是咱对好的啦。教家己教别人，会影响着伊的心变正，恢复天元是灵性，教化会庙是天命。大家拢有使命在嘞，反正咱是天公，耶稣生落来，大家拢是天公子。大家拢是三公主四殿下，是咱一点灵气，
咱来讲着清体本性。三公主就是三心，就是三界，就是咱即马的地灵用。四电啊，就是咱的地义仁慈，东西南北，咱所讲的咱现主是的四鬼，种种啊，用安尼来变，用安尼来化，咱的心境再恢复原初原形，是咱这点天元的灵气，是咱看到清界啊，这世人灵元有落上天命，命咱有命，才有这身躯啊，身躯咱才有法度修持内底，这个本命啊，就是生啊，这是连带关系，所以讲咱甲家家孙孙拢是连带了的。即马诸天这神，就是咱这祖啊，咱这先贤，先行到咱头壳顶，所以讲咱希望伊甲咱牵，甲咱点，甲咱教训，咱才会听哦。入神就是真啊，像我即马这店铺啊，有要讲的话伊啊。母娘啊，甲我应啊，众神甲我报咯，我才会当行出头路。一世人嘛，咱要有好头路，咱即个头壳要有这个神甲咱应开咯，咱才会当好行脚步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显露这条心，这就是咱的落实踏实啦。所以讲，佛祖伊是用行脚，就是在做出来，是在应验的。咱曾有一个贵宾做禅做五十几家，阮才两分外尔尔。所以讲，这个比差差真差真远啦，真快真济。好的，咱都爱共讲，爱共报。获得正神娶某，佮物业旅行，伊就知影讲神，爱咱这个修行者，神的我，迄、那个气场在流热，才演的成，要凡世间看。安尼哥哥，这个心才会当向神都当来报道。这就是咱今嘛来讲，俗。是咱即马你讲个姜、电、池、弹，弹就是临时的。咱南部有一个弹，红弹，就是敢若天上圣庙无？一年，比如讲伫三基，一年伫后里，一年伫外埔，爱临时起弹，一年了就搬杯，换别个所在。是咱即马。嘛是临时的弹，所以讲，咱即马伫半空中，你讲话一个平台，咱叫做莲花台，咱叫做金莲台，至少无比这个庄严较好诶，是咱一点清净的天理，是咱要报到咱心内底，咱家己做神为主啦。来采到咱真正道味道种，现咱有路现世明，转咱气中合天理，条条灵性归天。咱只有到尾也报道天上报道，啊，这就是咱的天道，嘛是咱的天地，嘛是咱的天山，用安尼来看，慢慢啊印。你就知道天山，就是咱要出天，这粒山头啦。这是咱清体原理，因为山尖嘛，离天上近。这就是咱要讲破天山，要甲咱人讲的，会当倒转来咱这个虚空，安尼咱才有这尼啊好的气场。因咱人这个气味，
入神的态度，这种状态啦，显露实践法界，回咱母娘顺天，转咱一点灵性，这是咱清净的天，派咱凡人呐在世，咱来打破，咱现主持这个心，原来这个精神。这个活困、活神、活力、活法，亲像赤子，亲像囡仔，这呢啊柔嫩、坚固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倒转来咱的心。所以讲修持到尾啊，这个心甲面面就是圆面、圆融，会敢那亲像恢复当初。赤子、插女、身材靓女，这种源头，这种清心，这种活泼活力，顺咱天意是灵性，活用在此啊，则是天性。见咱原形无形界，回出着清净咱心，归咱这条正理。开源转过心病，回了清净，拢是妙。定咱这条青天大道，限制咱个人的自信，看出着咱的天门。阿母啊，教咱这道灵性，咱叫做静修的法门，清楚咱的脑神，入咱老母的心门，北来。